我九个五费呗，有九个吗？哼，九个五费也不厉害呀。哎呦我操！干啥呀这？昨天买了点啥？昨天啥也没买。哎，啥都要，唯独不要找这个。鞭尸是不是？哎，这把可以劫呀。这把可以劫呀！吴亦凡，算了，这俩咱就不要了啊。他如果不给钱的话，这俩就不要了。要一个。来一把明咒节，哎呦我操，这人一波掉了86滴血呀！啊、哦，掉线儿了！这把我们必不可能第八，兄弟们。这要是个月神的多好，你说是？怎么不要大剑？那狐狸不要大剑呢？你吴亦凡不得天选厄斐琉斯或者塞拉斯吗？那没有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咱就先不玩了。这蜘蛛的跳舞咋那么诡异呢？啥也不说了，兄弟们，起飞！兜儿，想赢就赢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。就是这么猛。锁着甲。
完了直接起飞了，这把已经可以左边拉满了，好吧，前四那是一定的了。这把要不是前四，我蓝莲汉，啊，就有点问题，绝对的就有点问题的。呀。应该上个分女儿好了啊，不过没关系，无所谓了。你还以为要吃粑粑呢？我这把吃啥都行，这把必定是前四的。这人稍微有点猛啊，这一楼稍微有点狠，给我吴亦凡给我切了，虚区没打出来，本来这波是要赢的。没关系，哎，没关系。把吉姆放在左边吧，开始连胜。有没有吴亦凡这给俩呀？这啥玩意儿呢？塔姆先撇了，三个人打野，我的血量与我的质量还有我的这个那个怎么说呢，还有我的钱都是特别多的啊。哎呦可以，别给铲着就行。哎呦我操这狐狸，哎呦我这狐狸，这大狐狸，看看上哪个啊？猴子撇了，胃有两个，大树有两个，那么塔姆就给他撇了啊。先升个级吧，把狐狸放在后边。没给装备呀，刚才这波呀。哎呀，给我吃了，好肉啊！现在我需要一个两星吴亦凡，但是他没有。
确实挺烦人。就这，哎，你着什么急呢？我千珏都没来呢，一会儿当我吃鸡儿的时候，你别给我在这儿搁那儿不能接受啊，接受不了这种的，别跟我在那儿接受不了。这才哪到哪呀？我天，这个一胜一负有点烦人。不要现在就这，一会儿接受不了啊。杀个弩弩。瑞文，这蓝 buff 瑞文也打不过呀，又一胜一负了呀，这。就这水平啊，蓝 buff 瑞文就这水平啊，哎呀，就这水平，我的天哪！御剑仙不行，容易有剑魔。先来个小拳套。恶飞流丝，寡妇撇，上个秘术吧。七级地，六人口不地，六不地，七地。现在俺们这阵容就差个千珏，千珏三星有了就好办了。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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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，还差一点点。起飞了，兄弟们，无敌了。狐狸比提姆厉害，狐狸的蓝太多了，不一定能放出来技能。这把好像没啥同行啊，所以还是很好办的啊。
七级地吧，七级可以递三费卡、两费卡，这都行。七级地，七级再递。现在差个千九，把俩撇了吧。这边给点钱，嗯。这边给点钱，应该是能升个级。然后我们下一轮刚好再出个狐狸给魔抗，魔抗没给 money 啊，这没给 money 挺烦人的。小弟一波，差个千九，可以成型了，兄弟们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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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完了，给狐狸上个春哥好了。腰带先给这狼人吧，那万一，腰带给错了，你知道不给他腰带好了，傻逼了。本来我想合个日炎的，我夸嚓一看不对劲儿，这锁着甲得给狐狸合春哥呀，给上春哥法爆吧。哎，为什么吴亦凡没有那啥呀？哎呦我操，这也能输啦？这没赢属实不应该啊。赶紧递递质量吧，这可受不了啊，这头痛啊，头皮发麻。这有一点急，我们递个那个，我们递狐狸可能不太好递。真牛逼，连胜天选劫，看看大剑能不能拿得到啊。这老爷这老这样式的就不行。中期那两边输的不应该，这没锁住血，属实是不应该。给个日炎吧，这回应该差不多了，再找个狐狸吧。
我复活甲拿不到啊，他不把大剑拿走了吗？那你怎么整啊？完了，这决斗大师有点 counter 我呀！哎呀，最后一轮啊，如果再输，我们就直接梭哈。妈的，有点锁不住血，挺烦啊。不行了，我们得梭哈了，兄弟们，打完机我们直接梭哈啊！这有点锁不住血，这不知道因为什么。就我觉得我质量可以，真的，我觉得我质量挺好的。不知道因为什么锁不住血，他可能他们太猛了，这。大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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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剑！天绝积木不生了吧？6块8块呀，不行啊，这得卖个猫啊！其他的都先不生，我们只剩这吴亦凡、塞拉斯，其他都不要，一样差一针儿。狐狸可以要，寒冰小拿一手，差一只塞拉斯。这就有点烦了，这。你寒冰现在不要，关键一会儿你不上寒冰，你上啥？你只能上寒冰最后一个，你知道吧？要么要个老头儿。这家伙，这老差一针儿，确实是有点烦了。
四星都赢了。有没有春哥？我们来个冰心儿啊，塞拉斯啊，塞拉斯啊，塞拉斯，给他来个小冰心儿看一看啊，这狐狸行不行，能不能放出来技能。这怎么能打不过呢？奇了个怪了，好弱哦，真的弱，好弱哦，太弱了这。少一个秘术，等一会儿吧。看看下轮选秀能不能有个春哥啊，下轮选秀给我来个春哥。再上一个。恶狼负责进攻。这给谁呢？给塞拉斯吗？不行。哎，这就对了，哎。这就对了，这个倒数第一赶紧死，俺们前四就可以。哎，已经死一个了，第四名，上个腰子，差不多了，保着点这狐狸。狼人往前站一站，这不行，这得换位置了。这
这把剩俩御剑仙，我整个秘术其实行，只要狐狸能放出来大就好。嗯，这整的狐狸放不来技能，这就全部都突突死。兽医贼，拿个寒冰。剩个夜影，剩个御剑仙，那还是要腰着吧，这还是要腰着。不要诱惑一条毒蛇，这就不要寒冰了，这要腰完了，狐狸没放来大。哎呦呦呦！哦，春哥，春哥，春哥，我急需一个春哥。我要水银没用啊，我来个这个，我看他能不能放出来大招到底。嗯，没放出来大，这还是不能站中间，站左边吧。我给整个龙爪，不要诱惑一条毒蛇。这样，这个刀锋往左边站，那我就这样站吧，没事。塞拉斯往后站，他容易直接死，他保着点吧，稍微分担点虚区就完事了。应该能都收，没事，这几个没啥伤害。还得是要腰着啊，不能要蛇女，蛇女太脆了。还得是要这腰着，再换个位置啊。我决定把它放在后边。这来个刀锋，哎呀，扎死了！那下，哎呀，我操，两滴血，给扎死了。挺脆呀，这可挺脆呀，这也不够肉啊，这一刀就给扎死了。还是放前面吧。禁符，禁符，我拿它干啥呀？禁符啊！老要拿禁符。这把要禁符没用，要腰着。这把腰着没拿着，刚才吃不了鸡就赖你们。
哎，他19滴血，我15滴血，咱正好第二名。哟西，站位问题也是你们的问题，老在这干扰我，老要咬，老要那进夫。本来我拿个腰子挺好的，我一瞅人家站位，然后我们一改，